奇怪，为啥你认为我奈无在家？我手内这个两分两亡啊，就是证明给我。刚才证据有可能在安全所在，目前真可能会遇到证据。我早就来讲，是你变化对你出糗，你怪，就要怪你大爷。三日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日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奇怪。 为啥你认为我奈无在家？监控在车顶，做伙红烧掉啊！阿辉啊，阿辉啊，我在家。刷来柯小平，会去自首倒来，伊手头有真重要证据，我爱你想办法，甲伊做伙去。你阿我讲柯小平去投案，啊，你认定你我甲我家己，因为人啊来内底送进去，你根本就叫我做啥嘛？我大拄啊，敢若梦见阿辉啊转来，你牵我的手。 你知影讲我咧想？柯小平，刚才的证据有可能在安全所在，啊无，若是甲证据炸弹办公室哦，杜成真有可能会毁掉证据。看起来，你真正有柯小平要收啊？安怎？是不是看起来真明显？我手内这个录音的娃娃，就是证据啊！这证据是假的。柯小平摕证据给我的时阵，我自然会去鉴定，迄录音是真也是假。 是不是后人动过脚手，所以这个柯小平怀疑出面作秀？我买单。我早就来讲过啊，你会知啥？你是无名卡的，是你逼我对你出手的，你怪就要怪你家己。